啊，你看，剩下一点了，没有那么高了，那云薄就看不到那么多了，是吧？看到没有？就这样子。哎，就那说啥，我也说起这个奇迹一个人的。哎呀，好的，老天爷啊，老天爷啊，多少长个眼睛啊！我们这个飞鸟不好看啊。回来，下去了。咱一年把麻烦了，人，我跟你说吧。你那要动了，你那要动了，麻烦。我刚刚好像录到了这一幕，啊，太可怕了！会床了，拉皮的时候你床了，这个卸掉了，太危险了，地铁接的。孩子呢？那孩子哪儿去了？哎，上去了，快上啊！哎妈呀！多大呀？那孩子？反正不大点儿，不大点儿呢。是刘帅家孩子吧？不是，那谁？反正赵老总家孩子。妈，爹妈都冲跑了。人下来了，人下来了，人冲下来一个。我操！发洪水了！
俺那半拉油桶。看看这大冰柜都冲下来了啊！啊，真是冰柜，这还有小吃，还有小吃呢。真是冰柜。你要没有这马上刚过一顿，上下边就等着呢。真是冰柜。等会儿吧，等半个点就回去过去了。哎呀，哎呀，我操，这大冰柜啥都有啊，这里头啊。大了，这啥都有，冰柜、洗衣机、油桶、半拉油桶，油桶差着三四个了。冰柜刚标就冰柜了，他妈叫你家。